刚训练完回来，然后今天中午呢，我们做一个烤三文鱼，然后这是柠檬和黄油，然后浇在这个三文鱼上，然后一会儿呢，把它放在烤箱里面，然后等着就可以了，非常健康。OK， 现在我们准备炒一个这个腊肉，还有胡萝卜，还有这个豆角，然后呢，现在先把油热，先把这个蒜放进去。现在20分钟，我们的三文鱼肯定也好了，现在看一眼，哇，香味已经浓烈出来呀，然后把它拿出来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撒点黑胡椒还有盐就可以了，一会儿把它装盘。今天中午吃烤三文鱼，还有这个虾，还有这个菜，皮蛋豆腐。